大家好，我叫陈俊南，是柬埔寨一名汉语师范中文专业的本科生。我期待未来有机会来中国留学，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文化、历史和语言。众所周知，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。我相信在中国留学期间，我将有更多机会亲身体验中国传统文化，品尝地道的中国美食，了解中国丰富多彩的传统节日。其次，我期待的便是游历中国各地，感受中国之美。中国地大物博，既拥有着风景迷人的自然景观，又有着雄伟壮观的名胜古迹，这些都深深地吸引着我。我相信通过游览这些美景，我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历史、文化和自然风光。当然，我也很期待能够认识许多不同国家的留学生，结交新朋友。这将为我提供了解不同国家风俗文化的机会，也能够提高我的中文沟通表达能力。我相信在中国留学，无论是体验传统文化、游览名胜古迹，还是学习语言技能，这些都将成为我人生中宝贵的经历与财富。作为一名未来的本土汉语教师，我期待通过更好的提高自己，能够尽己微薄之力，用中文陪伴更多的柬埔寨学生成长与进步，让更多的学生爱上中文，爱上中国。让我们一起祝愿中柬铁杆友谊，万古长青。